来上节目原因不单纯，竟要和主持人认亲。哇，内化鼻烟壶，台湾内化第一人。他是这个内地鼻烟壶国宝级大师王锡三，在台湾唯一的弟子。许立伟今天一直看着宪哥，因为听说你来上节目，主要是为了要，跟你的亲人相认，是不是？有觉得宪哥越看越面熟吗？妈妈是在哪里？妈妈台南。台南。台南。儿子，究竟他和宪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？注意注意，不可能的靠妆任务，美女素颜的惊悚剧作。迪儿的照片，哇哇，好像娃娃哦。一、二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同一个人。哇塞，我的妈呀！好，哇，身材好厉害，天哪，我你真的有300,000的粉丝儿吗？对啊，我只要 po 我的性感照，我的粉丝都疯狂留言，然后疯狂的按赞。照片里面跟你本人是同一个人？对，那里面是我。骗人！300,000粉丝，准备好你的面子了吗？你要擦眼泪了！一、二、三。下登场，小朋友手部能量石，打击坏蛋不手软。坏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灯就会亮。现在我们是好人，不会亮，坏人它就亮喽。所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力大无穷的能量水，喝一口就一口的威力，你感觉到力量上来了，有没有？哇！我把这个水晶球带过去，然后呢去救超人。好吼，好，太好了。哥哥，坏人来了吗？其实我真的是坏人。坏了吗？啊！你跳，我最怕那个人啊！追得到我吗？我爆笑反应要让你笑破肚皮。Let's go, everybody, go！ 欢迎收看，你猜，你猜，你猜猜猜。几位嘉宾朋友，好好给他们介绍了。今天呢，这个节目就是聊完天就结束了，后面没有内容，太多事情聊了。对，因为这六个人当中啊，总共有17件的绯闻，好多话题哦。好，把它聊。是是是，好哎好哎。第一位就是什么红糖小姐。哇，我是红糖。哎，厉害了！哎呦，网路出了这个写真书啊 ，APP 写真书啊。对 ，iPad 版的电子写真书。哎呦，红糖是因为他的这个上围非常傲人啊。身材很好，他今天是穿多了点。对，听说有一 cup 啊。嗯，小一小一。哦，小一啊，你不是 empty 哈。对呀，有一种对比，那女生穿着她可以把自己惊到哇都不得了，这样是很辛苦哎。对呀对呀，希望你这个书里面可以有很好的成绩，好吧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接着下来是我们艺能界的，再要恭喜他们了，因为新的一对怨女。哇，金童玉女，荧幕情侣。老师还有我们天天。哇！两位主持人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赵正平。哎呀，终于带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天天。最新的荧幕情侣啊！今天是你的参谋长啊？没有没有，这是伟忠哥签的这个新的小师妹啊。哦吼，来来，这个赶快东西先送上去。很会唱歌的师妹。哎呦，这个能够让赵哥亲自来带队，那肯定就是有原因的哦。是啊，哎，第一波主打歌是和赵哥一起合作的，叫做《天然气》，也有阿庆老师来帮我修正。没有啦，这个你不要这样讲，你坏透了，你都不会修，再说人家。哦，等一下，所以公司派你来是来当维士，维士把你尬的就对了，瞎夸嘛，这讲那修片快冲出来了，我有说修很厉害吗？而且歌词还是你写的，真的吗？对啊，黑道挂钩，咱们就来听一下好不好？天哪，居然叫我唱饶舌，你们是疯了吗？你们以为我不会唱 rap？ 我告诉你们，五角是我兄弟，我是五鬼，我是用生命在唱饶舌。天真以为是我害羞，天生我容易被煽动，你不了解 no， 别轻易挑逗，太靠近我相信你抵挡不住诱惑，无所谓又无害。
呼吸困难是因为我家的天然气笼罩。网路的相片一个比一个美，约你出来见个面，见到鬼。网路的世界真的假的难辨，拜托你自然一点就很美。赵哥爹还唱现场哎，完全是还没有大自保。两位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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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着下来是我们超级辣妹王颖萍小姐，颖萍一定要来的。颖萍一来，宪哥心情就开心了，心情真开心。但是我们这是一种兄妹的关系，对对不对？我平常会不会骚扰你啊？不会。我们有 APP 也是逢年过节，对不对？你还 APP 人家啊？偶尔要关心一下，有什么事要讲吗？有有，哎呦。哎呦哎呦呦呦呦啊！天然气无鬼。呦呦呦呦，如果你昨天晚上吃了番薯或者茶叶蛋，更可怕的是白萝卜，那你今天就有可能放出天然气。喂，天然气。好了，加油！希望你那个成绩越来越好。软教堂哥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各位大家好。你一直想到蹦蹦蹦。对呀、啊，不要了，不要再来了。对呀、啊，现在有新作品吗？有那个某某亲子台一年一度的大作，第五张专辑《爱的进行曲》，要不要唱一下《爱的进行曲》？确定吗？我怕观众会转台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好，那我再唱一招。大声唱《爱的进行曲》，纯天然不添加防腐剂。为你唱爱的进行曲、欸、你刚刚顾虑是对的，就是等一下我说的赵哥你还想别人砰砰砰砰砰砰砰，我说那小朋友遇到我就会 you gotta get it 这样叫我、欸、加油加油加油，太可爱了、啊、再来是我们小琪，哇哇、哎、日系的有没有看到，日系美女有没有看到、嗯、哎，有绯闻出来了，最近真的传绯闻就是丁小晴哎、欸、啊那样那样，对呀、啊，说有那个 Luna C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然后那个吉他手啊，那个是我认识的人呢。认识哦。对呀、啊。有进出丁小晴家是不是？是刚好在哪里？你讲话要吞口水要吞啊，有进出你家吗？就是帮忙做一个，就是他们的 T 恤这样做设计，所以要来拿那个货这样子。拿到几点啊？很快一下子而已。我觉得那吉他手蛮帅的，哎，你喜欢那类型的？嗯，我觉得比以前那个帅。啊，不要这样子，过去就让它过去了。以前那个人去找韩国人，你就找日本人。好过分啊！他喜欢吃鱼。你就喜欢吃月饼 ，Lunacy。哇，你反应好快，真的。没事没事。好啦，各自找到幸福最重要。前面有听不懂的，你再跟他翻译一下。不用不用翻译。好了，如果有的话就加油，好吧？再给他们热情掌声鼓励一下。好了，马上进入咱们第一单元，假的不能真。他是世界面包冠军胡宝春，他是高尔夫球世界第一曾雅妮。他是世界扯铃 No. 1林维良，他们都是首屈一指的台湾之光。台湾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奇人异事，不论是特殊的技能、奇怪的收藏、诡异的癖好，假的不能真，打开你的眼界，考验分辨真假的能力。第一位小鱼来了，小鱼，今天请到的小鱼是超迷你乐团的领袖哦。他是哪方面的艺术家？大家猜一猜。哎，你好，小鱼是一个艺术家哦。他做什么东西呢？袖珍的乐器。对，袖珍的乐器啊，就是仿珍就对了。对，仿珍比例是1/12。哦，对，哦，所以如果是一个小提琴1/12的话，那剩下一点点了，大概就是5-6公分大小。啊，能拉吗？有拨的时候有声音啦。有声音哦，只是那个样子。只是因为。出脚笔的话，就基本上就是以外观为主了。对，收藏啊，动机是什么？动机就是以前就是对乐器有兴趣啦，然后可是因为家境的关系，要学乐器，管弦乐的话要一笔资金。就是小的时候，他很想要一个乐器，然后
妈妈说。我们小提琴呢、啊。妈说。妈妈都不紧，可别我呀。路人，路人。不紧，哎呦，姨太太啊，姨大爷，你可别我。啊，对啦，哎，人家没好意啊，伊啊，别哎呀，点点别去啊，遐免花钱。妈。谁规定我一定要演这个？一定要这样讲到小时候的事情。每次都我演，轮到你吧。阿丢啦，姨太太，你们拜天为定。阿妈，我要小提琴啊，妈。阿妈妈对不起，我是谢谢你帮我分摊一个。姨太太，你的背后一样。哇，好好玩哦。你好适合演三姑六婆。是是是。所以你是真的用木头去雕？用木头雕，然后最主要是之后九七年看到那个铁达尼号嘛。等一下，他最后要沉船的时候，有四位管弦乐手，对对对，就是他们没有跟着一起跑，就帮一下大家一起缓和大家的情绪，我觉得很感人。You jump, I jump, no, no, you jump, I jump。喂，又演起来，又演起来。晚上自己做那个乐器，就自己先用身边的一些工具，就自己雕一雕，边看铁达尼那边掉眼泪，没有啦。然后啊，你有拿去展览吗？之前有去办过一场展览 ，OK 吗？好玩吗？不 OK， 不 OK， 因为木质的东西就是，去我们去参加就是那种袖珍展，袖珍模型嘛。可是一般外面对模型的感觉就是缩小比例，可是像我的话就是比较要求说，木质啊，质感啊，像木头东西的话就比较。在乎空气，就是湿度、温度，还有都要控制好。就那天就是因为会场跟户外温差太大，这个湿度温度太重要，太干的话整个爆掉，会崩掉，没有办法抽了，真没办法。你现在是为什么要用抽的雪茄？是不是？对，人家讲的是袖珍艺术品，又管乐吧。还只有弦乐，就我们做弦乐器做比较多，钢琴只有做两把，然后因为钢琴就两台啦，两台都记不起来，就因为钢琴就是因为做的都是比较讲究啦，它琴面烤漆比较不是我一个人能处理的。哎呦，好，小鱼没你的事，旁边休息。小鱼谢谢。小鱼手工打造袖珍乐器，拥有属于他的卡哇伊乐团。第二位来到我们现场呢，是我们最近呢，而且他的这高票能够当选，欢迎许立伟。许立伟，许立伟堪称是全台首位哦。大家猜一猜，他学习的是哪一门学问？哎呦，好，许立伟好。今天我非常期待他是真的。因为他现在做这个事情呢，是一个重要的传承。真的，你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许立伟。我做的是，我是画内画鼻烟壶，我是台湾内画第一人。内画鼻烟壶，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，真有那么冷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有点感冒。哦，感冒哦。对。人家穿的很时尚哎，你这演冬季恋歌啊？对呀，今天外面很冷呐。乔丹哥，真黑。内化是什么？画在鼻烟壶里面。画在鼻烟壶里面。哎呦，哎呦，所以鼻烟壶是玻璃做的。天然水晶、玛瑙、玻璃也有，但玻璃比较少，一般都画在天然水晶。它怎么把里面镂空啊？它要经过陶糖。啊？陶糖。就是把里面挖空一种器具，它是这个内地鼻烟壶国宝级大师王锡三在台湾唯一的弟子，收了你这个弟子之后，他就再也不收任何徒弟。是你讲话快一点，怎么样？收了这个徒弟以后就被他气到，所以你等于是关门弟子。对，我是关门弟子，关门弟子就到了黄昏的时候。哎呀，徒弟呀、啊，去把门关了吧。哦，是。该放手了。师傅，门关好了。哦，就不再收学生了。对，就是最小的弟子。对对对。啊，你是怎么会接触到这个鼻烟壶啊？你本身有嗑药的、啊？不是，接触鼻烟壶是因为父亲本身是鼻烟壶收藏家。哦、oh, ，对，他是因缘际会，而且许立伟很年轻，他今年才25岁耶，就当立伟，就当立伟，25。啊，什么叫倒钩鼻符？你要笔要这样钩探进去嘛，在里面写字嘛。
很难吗？非常难，非常难。对，啊、哦，对。那最辛苦的是哪里？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，要画直线跟横线，要画每天画8到10个小时，要画3个月。画三个月。只画直线跟横线。哎，徐立伟今天一直看着宪哥，因为听说你来上节目，主要是为了要，跟你的亲人相认，是不是？哦哦。有觉得宪哥越看越面熟吗？小时候，小时候是不是有看过这位叔叔来家里？妈妈是在哪里？妈妈在台南。台南。台南，他的老家就在台南。老家是彰化，但是嫁到台南。彰化嫁到台南。儿子今年才25岁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不认识啦。但你今天真的是要跟谁相认啊？现在要相认吗？认啊。哦，哎呀，其实我是佩岑姐的表弟。虾米？儿子？表弟？不是儿子啊，是表弟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有这么棒的表弟啊？你就是表弟啊？我表弟当立委哎。我啦。徐立伟啊。我写的鼻烟壶啦。哦，鼻烟壶，鼻烟壶。焦糖哥哥有问题。请问一下，那个鼻烟壶到底怎么使用啊？我就每次看到不知道怎么使用。鼻烟壶它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在使用，因为它在目前是都是收藏跟把玩的作用。那它在清朝的时代是用来装鼻烟粉的。鼻烟粉，对，也就是烟粉，是不是跟鸦片烟有关系？其实没关系，它是算是烟草，然后磨成粉末，然后加入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或什么。要点燃吗？不用点燃，它是用吸，跟吸那个。我就很担心，我就很担心你讲出来。表弟，我今天才第一次认识你，我就想去警察局把你带回来。对呀、啊，好，旁边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来来，徐立伟啊，他是全台首位烟壶内画家，更是国宝级大师在台的唯一弟子哦。第三一位，欢迎我们板弟来喽。又又，为什么他名字叫做板弟？迷你的极限运动，滑板上面有非常厉害的东西。啊，板弟，板弟是滑板的啦。对，我是玩手指滑板。对呀、啊。迷你极限运动，手指滑板高手来喽！妆后貌似蔡依林，卸妆后男友竟人间蒸发。大家都说你有明星脸，对不对？像谁？像谁？蔡依林。一、二、三。天哪！交往半年之后就发现我竟然是这样，然后过几天之后他就突然消失了。就人间蒸发，在我的人生中消失。天哪！啊，板弟，板弟是滑板的是吧？对，我是玩手指滑板。对呀、啊，不是滑板，手指滑板，手指的滑板，手指滑板，手指滑板。不是滑板，难道家里卖棺材板的吗？是不是啊？手指怎么滑板？对啊，什么是手指滑板？就是手指手拿来拿东西，拿来骂人，对不对？就是还能做什么呢？就是用手指头玩啊。那手就手指头去做你用脚做的招，脚是两只，你也用手两只。那手指头滑的滑板是手专用滑板吗？对，是手专用滑板。小台的。对，那你怎么克服两只不一样长者？哦，当然，超短脚。他那个玩法有比较特别玩法，当然不是像脚一样这样站直的。哦，所以是跪着。我们脚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。可是我们的手其实是这样子吧？这是手是摆平的，对，手是摆平。因为你手摆平的，你才有办法去活动。哦，你这样子不可能活动，这样跳不起来，你没有办法做动作。哦，了解了解。所以他是两脚这样。弄对对对，然后一样要翻板也可以翻板。对对对，那你会跳杠吗？跳那个杠？对，有。这你也懂啊？那种有办法？有。那可以逆杠吗？逆杠，就冲顶。哦，耶！这一次没有上去。你都是用声音在解释你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哇，那这很厉害哎。板弟有被美国知名的论坛报道。对，就是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Facebook 的时候，我是自己有成立一个教学站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有一个美国的一个
也是好像是手指滑板的职业选手，职业选手，对，然后他就看到，他就可能常在网络上搜寻，就看到我，对，然后他就介绍说，我非常喜欢你的一些，因为。就是因为场地，因为我自己制作了一个场地。哦，这个厉害了，自己弄一个滑板的场地。你用什么做的？纸？用木头。木头。哦、自己去木头去工厂切、欸。木头，然后切一切，就自己然后对，先设计好。可以一个比赛场，这里玩玩这里，又玩这里。嗯，对对。像怎么叫玩起来？觉得这个人怪怪的。没有真的。自己在那边玩。来来来，有什么问题？觉得请问一下。既然那个滑板可以坐在用手来滑，那你的轮胎怎么去制作？橡皮擦就可以之类的啊。还有用比较硬的一些，像聚氯乙烯这种比较硬的，然后去做啊。聚乙烯哦，都讲了。对，然后重点是说它的轮子里面，因为以比较便宜的一组的话是差不多只有300块，可是如果你要有轮子里面有装轴承，就是有装培林的话。一组就可能要上千、哦，这个是不是很少人在玩？对，这东西很少人在玩。今天这三个都希望它是真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好想看一下他到底真的如果是真的的话。那你想想看，第二个是说来这里认亲戚，结果认一认，然后说哈哈，我是假的。超级打，九九滑板让他红到国外，好想见识一下超迷你的极限运动哦。今天三位来宾的双手都很灵巧，哎，讲得也头头是道哦。来宾会觉得谁在说谎呢？好了，到底他们三位当中哪一位是说谎是假的呢？请选择。一号为什么？秀珍乐器。觉得他问他一些问题，他可能就是也是大致说一些，没有说太详细，所以我觉得是一号是真的。OK， 哎，两位。天天，赵哥。我们也是觉得一号，因为一号太没有记忆度了。哦，一号所有的事情讲的都是不痛不痒，对不对？3号，因为我没有听过有这项运动。然后虽然他刚手指一直很灵活，就是一直有想要让大家注意到他好像是真的，可我总觉得他应该是假的吧。好，帅哥，焦糖哥哥，我选2号。鼻咽壶内化，我的表弟。对，因为他刚才跟那个佩岑攀亲带气的，我非常不高兴，所以他一定是假的。原来他有可能是崩，他是立委，你要小心哦。OK， 小琴，我选3号。哦，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也是没听过，然后再来我觉得学5年的话，然后他手就只有这个样子，我觉得也太简单了吧。嗯，是这样，你说他怎样？对，他是这样，然后怎么转？三个来宾都有人选择，哎，那眼睛雪亮的观众，你觉得谁在说谎呢？快来公布解答吧！好，一起来看看到底他们三位当中哪一个人是说了谎呢？倒数6秒给您答案，6。到底三位当中，到底秀珍乐器家说谎，还是鼻烟壶内化泰斗说谎？那3秒。还是手指滑板家？2秒。那1秒，说谎的给我下来！哎，到底是谁？下来啊！哎呀，果然是你！真假的？没事了，没有喷到，哇，吓一跳，我要喷了，喷呐！现在要为你揭开珍贵绝美的鼻烟壶神秘面纱哟，赶快来瞧瞧吧！哇，哎，画真好哎，夸张！对，然后有写他的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我画的一个水彩，一幅水彩。哦，水彩，对对，哎呦，太厉害了！你看看，哎，那个里面呢、啊，然后利用那个花色、颜色的配比，太厉害了。对，因为它是天然的粉晶，那我就是去溪头写生的时候画的一个，也是水彩，是溪头之美、哦。所以这个是用画的，我还以为是原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是画的，是画的。哇，对对对，配合美颜是它水晶不同的那个，太可怕了。你看他还在这个小的壶上面写诗，对对，写了一首《将进酒》。将进酒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。啊，你有曾经写错，然后画一个叉，然后再往下？没有没有，有一只人家出价100万的，就是这一只吗？对，是新加坡的一个收藏家，他愿意拿那个我师叔的壶，因为我师叔的壶在拍卖场上都已经很绝响了。对，那他愿意说，他看到我这件，他也觉得很感动，因为他觉得说。我年纪轻轻能够写成这样，他觉得真的很感动。上面还有他的名字，对他觉得很，就是、欸、啊，像那人物的那一种是怎样？等一下，对，这你看完要放回来啊，你故意深
登吉星。啊，拍谁拍谁，这个在银楼才会出现的事情。啊，你那个借我看一下。啊，拍谁拍谁。啊，我先黑嘞。有屈原、屈原、屈原、杜甫，这都是你画的。对，这都是我画的。这是临摹一个大师的，中国的一个蒋兆和大师他的作品。那他是画彩色，那我以前是研究黑白。因为黑白，我想用黑白表现他的声音。哎，你看看麦，哎呦，哎，这个是佛祖啊！哎，请问一下，你那一盒里面最便宜的一个单价多少多少钱？哎，你不用问了，你买不起啊，不要问。我别再问这个，我家就很细的，就是挂了。问一下啦，最便宜一个多少钱？最便宜的，目前最低的售价都是六万起价。最便宜的六万。收藏家来收藏，直接现场来画一下。今天他在这里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写着一个？哎呦，有没有？猜你，猜你，猜猜，有没有？因为少了一个你跟猜，第一个你跟最后一个猜，所以猜你，猜你，猜猜。然后小字的部分写的是收视长虹。哇，现场要补上这两个字。好高的笔。这样写是更难写。对，他这个字体就叫隶书，没关系，他现在已经入定了，探头进去了。哇，而且他要倒着写。而且他手都不会抖哎，超稳的。超稳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他现在是连鸟都不鸟我们哦。一个能够很成功的表演者，他就是他的 focus 要很能集中。没错。你看真雅尼能够把一个球推到那个洞里面，主要就是他全世界都净空了。现在他要用这个倒钩的笔，而且他笔画进去啊，他不是笔顺的哦，他是不一样的方向的哦，难度非常的高。而这个年轻的艺术家，他今年才20啷当岁，25岁，许立伟，真是不简单。他更可怕的是他有一个明星表姐。哎，偷笑了啦，不要害他功亏一篑。哇，刚看那鼻烟壶里面那最大一瓶的，这抓到应该判死刑。那么大装满还得了？好了。哇。我真的要拿到你的面前让大家看一下。哎，有点没有写好。你猜，你猜，猜猜，收视长虹。哇，太棒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看那手指头多漂亮。你在看谁？在看你手指头？我的手指头好漂亮哦，真的是啊！哎呀，谢谢我们的徐立伟。欢迎来到我的鼻烟壶世界。13岁时远赴内地学习鼻烟壶内画艺术，18岁时拜内地鼻烟壶内画大师王锡三为师，也让他成为台湾第一位关门弟子。有一件作品是我在最早期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完成的。这件作品是我在16岁的时候，因为我父亲生日，那我画了一件松柏长青，也算长寿的一个吉祥图送给他。当时的心情很紧张，那画完以后其实也蛮高兴的。而现在我要介绍我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《大幅》。这件作品是我在学习内画不到1年的时间所绘制而成，还受到我师父的肯定及赞赏，以及许多国内外收藏家的喜爱。目前这件作品被河北省衡水西山内画博物馆所永久收藏，也因此开启了我对鼻烟壶新的一个阶段。介绍完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后，现在要来介绍一件较特别的作品。这件作品呢，我只能以细致来形容。这是我以行书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作品，它的每一个字的大小约只有0.1公分而已。在书写的过程中呢，我必须心如止水，一笔一画之间要是稍有差错，则前功尽弃，需全部重来。内画鼻烟壶最困难的，除了里面的书写以外，接下来就是人像的五官描绘最为困难。首先呢，必须要有望风扑影的技巧，所以五官神韵的拿捏是相当困难。每当我要画五官时，都会非常细微的先观察照片，先用淡墨将相对的位置勾画出来，
这样在壶内作画时，就凭着淡淡的影子来勾画出精准的神韵。接下来让人像更生动，最重要的就是笔触的自然与否，尤其是在人的胡须和毛发上需要一笔完成，所以在下笔前我会先仔细的判断下笔位置，准确的运用转笔技巧来呈现自然的弧度。我说立伟，你果真是台湾内画第一人，从这么多细致作品当中，你的功力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哎。烟壶艺术真的一绝啊！看完许多这么棒的作品和技法之后，今天立伟还要带给我们一项从未曝光的挑战哦。完成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超迷你手指滑板 show time。像李九哲现场靠妆咸鱼翻身，化妆前有人说他像李九哲，不可能，化妆前像李九哲，还有人卖你的周边商品啊，就是我南部的粉丝就一起包车上来看我，然后还做了 DM 啊海报，是不是进香团啊？我包团上来看你啊，这个真的猫眼哎，哇，真的这样就差很多了，太高超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手指滑板卡哇伊登场喽！一起来欢迎板地带来的表演哟！好可爱哦，好厉害哦！哇哦，哎，好厉细微的地方，看很细微的地方，哇！这难度很高，刮，有一手，这难度很高，刮，刮那个板子底下，哎呦，哇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哎呦，哦，哇，好可爱，还有 ending pose， 再一次，你看，就看，哇，练多久啊？好可爱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他是这样按，然后把它夹起来，哎，你会哦，这样站站这样子，哦，你要因为你要点起，站这样，跟真的滑板一样，对，好，然后点起来，啊，能不能这样？所以他那个一个小动作，但是这个要练很久的，对，刚刚他是一整套的，有没有？刚有没有这个把？有没有？你能不能再滑一次？我们看看，就从那边刷过来，是这叫五十五十，就摩轮架。有没有摩轮架？啊，还有摩前轮架。好，摩轮架。哦，摩前轮架。摩轮架。后轮架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些动作啊，真正是跟那个在滑板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。对。哦，再次给他热情掌声鼓励。谢谢本地，谢谢。连美国知名论坛都为之惊艳的指滑板制作技巧，让他红到国外。他就是指滑板达人板地。我一开始本来是玩滑板的，然后后来因为有一次在网拍上面无意看到有手指滑板这个东西，然后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好奇啊，这个东西做的它的造型啊，它的螺丝什么都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就拿来试试看，然后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开启我玩手指滑板之路。有些动作是滑板非常非常难学的，失败率也超高，但是手指滑板却可以轻松驾驭，例如360板。除了拥有不同款式的指滑板之外，还有手工打造木质的指滑板场地。第二款轻便型的纸滑板场地也在最近完工哦，让它也可以随时随地想练就练。
经常练习是我进步的关键，希望有朝日能够让手指滑板推广成功。毕竟它是一项相当健康的手部运动，并且能够出国比赛，开阔视野。全球目光，香港美眉陈丽颖在网络上教化各种场合的彩妆，靠着多元的化妆技巧和媲美变脸的彩妆魔法，让她的网站高达1000多万人点阅。另外一位越南美眉潘蜜雪在网络上教授彩妆秘诀，让她一系爆红。其中女生卡卡妆的教授影片点阅率居然超过了2600万，高超的化妆技巧让她的作品上线5年以来，全球点阅率竟然高达了43亿。而今天我便请来了三位妆前妆后差很大的化妆高手，其中一位美女还有妆前像昆凌、妆后像昆虫的可怕差异，现场让你见识惊吓指数不了的骇人素颜，让现场30位心脏够强的评审进行投票，究竟谁会是妆前妆后差最大的靠妆美女呢？惊吓指数绝对超过你的想象！一起来看看这三位，今天主题叫做靠妆美女。Oh my god！ 艺能界有靠背，有靠步的，他们是靠妆，妆真的很重要，我觉得。人要衣。衣装佛要金装，先进罗衣他是后进人，不化妆见不了人的。红糖你会吗？其实我觉得我不化妆应该是见得了人吧。哦，对，应该照个点头。见内人呢、啊？就家里的人啊啊，这个哎，赵哥，赵哥，你这个出门应该不会吧？男生。男生其实没什么好化妆，大也不大会保养啦。哦哦，其实我们都是用本色来在外面出去、哦、靠的是内涵。不敢。赵哥，你有看过哪一个女艺人妆前妆后差很多的吗？哎呦，这样讲就得罪人了、哎、他不是得罪人，这样就你的绯闻就出来了。有啦，小甜甜洗完澡的时候好可怕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玉芳没有化妆也很漂亮，皮肤很好。玉芳对对对，很白，但脸比较臭，因为我糊她臭一色碰碰糊，打麻将是不是？哦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啊？有没有见过谁？妆前妆后差不多。你干嘛把那个？不知道哦，不是，他们挖洞给我跳，我跳不下去就换跳。老师要我来跳。那你也可以说，你也可以说没有差的。有啊，看康熙巧克力卸妆就差非常的多。哦，是康熙播出来的，不是我讲，我看电视的。那是电视上的效果。今天这几位靠妆美女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，各位先让你们看看他们的预兆。一起来看看第一位，他叫做贵妇。停，他的名字就叫贵妇啊。贵妇，哎呦，贵妇。啊，哇，哎呀，野艳型的哈。但三围是吓人的，身材很好。他的粉丝团有30万人呢。啊，真的是。现在的女生眼妆都比较重。所以可能差最大的还是眼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其他照片。哦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天哪，我腿好细哦。天哪，哎，这个大概有70几万的 Ducati 耶。哦，来看车子啊。车子，车子是重点吗？今天车子不是重点。照片看起来那个肤质还算不错，还不错，所以应该还好，健康的。对。好，一般看到照片能访问的人已经不多。你好。是。Hello， 贵妇显灵了，贵妇显灵。化妆前，你真的有30万的粉丝儿吗？对啊，我只要播我的性感照，我的粉丝都疯狂留言，然后疯狂的按赞。怎么留言是哦按赞是吧？对啊，他们就是会说哇，是赞还是按？按赞就对了。对，30万呢？对，还有这个富商想要买房子包养你啊。哇，对，他就是看我的照片，然后还有本人之后就化妆后的本人，然后就说哎，我想要就是包养你，然后叫我出价。哦，赵哥会想包养他吗？你这个啊，这一位哦，这个还好哎，我一直他应该还不是我的菜。人就在后面，你就不能给一点面子吗？好，化妆前后判若两人。两人，两人呐，两人。听说她不化妆的时候，男朋友看到，
然后就跟你说，请你跟我签订一个协约，就是从今以后你不可以再不化妆了。真的吗？有这种事吗？贵妇，对，他就立了一个那个叫我不能不化妆的协议书，叫做不准素颜切结书。对，很严重，就是只要我不化妆的话，就会三天都不化妆。哇塞，男生是吧？这男生不好，对，分手，还分一分吧？对啊，干嘛那么在乎外表呢？对不对？我是很在乎。没有没有，所以贵妇刚刚大家都猜不出来，你平常没有化妆的时候最不好的部位到底是哪里？我平常没有化妆的话，我觉得差最多的是眼睛，眼睛。哦，对。哎，我刚说对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拥有300,000粉丝的美艳贵妇，素颜后真的会是吓人的村姑吗？二号叫做 Irene。哎呦，天哪！哇，性感呢，压倒胜呢。压倒胜的套装美女有多美呢？套装美女像昆凌，素颜惨样却让宪哥都很无言。哇哇像娃娃，人家说你是小昆凌啊。J 女郎出来之后，大家就是觉得我很像这样。资深 J 女郎在现场，不要在现场讲 J 女郎。卸妆之后，你最没有自信的部位是哪里？我有很烂很烂的烂脸。一。二三，哇塞！下面我很少不知道他该说什么才。Irene， 哎呦，哇！天哪，哇！压倒胜呢。而且你看这个嘴唇，这已经迷死人了，这是叫小兔牙，有没有看到？对不对？身材。那你以为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？直接讨论讨论头部一下，好吧？天哪！哎呦 ，Irene 你好。你好。喵。今年归根呢？今年22。22岁，22岁，你觉得你跟贵妇一样？你不化妆的时候，你的弱点在哪里？我的眼睛就是差很多，而且很无神，会吓到别人。不可能，我们相信，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性感。对啊，这样真的很性感啊，勾人呢。大家都说你有明星脸，对不对？像谁？像谁？蔡依林。蔡依林。而且她的照片哦，这个 Irene 的照片还被内地的广告公司以为是蔡依林，然后拿去盗用。拿去盗用，是不是？哇，那哎，真的真的这样看有很像蔡依林。啊！结果你有跟他们索赔吗？没有，就是傻傻笑，就觉得有点夸张，就莫名变成代言人，就还蛮吃惊的。对，化妆前有人说他像李玖哲，不可能！化妆前像李玖哲，太多了吧？身材就……哦，竟然没化妆像李玖哲，不可能吧？不会吧，李玖哲所以放客气耶。有人还说我像丑版的小甜甜。小甜甜已经没有化妆的时候，眼睛是单眼皮很小吗？对啊，我是单眼皮。哇，很厉害，因为这样子眼睛很炯炯有神，在路上一堆韩国人跟他问路，哎呦，对，有点像。对，曾经就是有被韩国人在路上问过路，而且他是用韩文跟我说话，然后我当下就傻眼，想说他是以为我是韩国人吗？然后我就很紧张，赶快跟他说我不是，我不是。来来来，看看其他的照片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哇，真的，哎呦，哎，真的九令呢，真的很像，真的很像九令啊，嘴唇部分，但是他很敬业，这个一毛刮的相当的干净，怎么在看别的地方呀？还有人卖你的周边商品呢、啊？真的假的？卖你的周边商品呢、欸？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啊？就是之前因为我有粉丝团啊，然后每次只要有活动跟工作的时候，我都会 po 我的那个时间跟地点。然后之前就有一次，就是我南部的粉丝就一起包车上来看我，然后还做了 DM 啊海报。然后一些小东西，然后当场你是误会了，是不是进香团呐？南部还包团上来看你啊？啊？对啊，然后就很感动，觉得很贴心。来拜妈祖哟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微博人气也比你高哎。你看，你讲话小心一点。你们觉得他哪一部分可能会差呢？觉得二号 Irene 会差很多吗？这个唇是美的。我觉得还是眼睛的部分。
他眼妆其实还蛮重的，颜色下很重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落差应该会蛮大的。哎，天天，我是觉得女生应该都是眼睛啦，而且她是单眼皮的话，但你的眼睛就蛮漂亮啊。也是有化妆啊。你想到你怎么害羞？你突然讲好话，我们不习惯。对，有点觉得下一句话是什么？场面话。化妆时酷似蔡依林的 Irene， 她卸了妆真的会一秒变李玖哲吗？先看下一个，好，看第三位。一二三，迪儿的照片，哇哇哇，像娃娃。这个就厉害啦，像冯元珍，哇，哎，对，他还能做出这无辜的脸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无辜啊！对，迪尔今年几岁啦？今年20岁。20岁，人家说你是小昆凌呐。哦，对啊，最近出《追女郎》出来之后，大家就是觉得我很像这样，对。不要在他面前讲《追女郎》，请不要在会场讲《追女郎》。资深 J 女郎在现场，你不要在现场讲 J 女郎，可以讲黑女郎，不能讲 J 女郎，哈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家务事了。那什么，不要乱讲。处理一下，看一下可爱的迪儿她其他的照片，好不好？哎，一起来看看 J 女郎。哇！哎呦！你看看，可爱。那小昆凌，那如果这个卸妆之后呢？卸妆之后，你最没有自信的部位是哪里？我有很烂很烂的烂脸。是刚刚看起来皮肤非常好哎，这个完全看不出来。怎么可能？那你是怎么盖上去的？我靠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遮瑕膏，然后盖很多很多层。厚厚的透不过气，这样啊！你这个一旦车祸是整个壳掉下来，后面拍一下就都掉了，后面拍一下就掉了。Oh my god！ 真的看不出来，所以他等一下会示范怎么样可以有陶瓷的皮肤，陶瓷的皮肤哦 ，Passindo 有没有？陶瓷娃娃 Passindo， 然后他这个是人家说啊，这个化妆后像昆凌，卸妆后像昆虫。这款代志啊！你素颜的时候被人家误认有家暴啊？对啊，就是去上学的时候，老师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了啊？”我说：“没事啊。”然后老师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可以都跟我讲，你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”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啊。然后老师就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帮你解决。”我还给你家暴的电话号码。对，然后没有老师直接到我家做家庭访问，问我妈妈说：“我究竟怎么了？”这样这么严重啊？只是因为没化妆。那她有交男朋友，为了跟她男朋友维持很好的关系，竟然带妆睡觉一个多月。一个礼拜啦，皮肤带了吗？这样脸会更差，皮肤会更差。香港玩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。就是住外面，然后所以就是我不太敢把底妆卸掉，然后我就是用水洗一下脸，就是这样撑了一个礼拜这样子。天哪！啊，你不会烂掉？那最后他还是有看到啊？有没有看到你卸妆？没有，我很怕他把我丢在香港，不带我回家。坏透了。可是你知道，像我也是属于没有化妆会没有自信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遇到喜欢的男生，就一定要卸妆给他看。哦。他如果还爱你的话。我听说通常在化妆之后的女生看起来永远都是那么美丽漂亮，但是等到她卸妆以后，突然间才看到她的脸上坑坑巴巴，不是昆凌而是昆虫，哇哇，真的非常可怕。本来想跟她一起来唱今天你要嫁给我吗，后来算了，怎么都可以唱啊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化妆时美得像昆凌，素颜后真的会变成烂脸昆虫吗？你觉得三位卸妆后谁差最大？先以照片来判断，觉得是二号。中间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眼睛那些黑黑的地方卸掉，等于什么都没有了。等于什么都没有了，瞎子的意思吗？没有，你们知道网络上很多就是化妆前后的美女图，眼睛太可怕了。对，依照片来看。OK， 哎，来，刚刚最后那一位说皮肤很烂的，然后去香港男朋友
不敢在他面前卸妆，我认为应该是他会比较糟糕。但是他的五官轮廓是漂亮的，对，我也觉得他五官。可是你们刚刚说卸妆后哦，不能看会很可怕的话，应该是他。来，影评呢？我觉得三号。三号。嗯，因为三张照片这样看起来，其实三号的那个上面眼皮的妆最重。哦，而且感觉他有贴那个眼皮贴，厉害！各位，我们这边才看得到，他竟然一把就看到，你真是女中豪杰，女人当中的女人呐、啊！谢谢。胸脯上可以站人，胳膊上可以跑马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的女中豪杰，英文叫做 Super Woman。啊，是，只有影评姐姐，你这样太明显了啦。对呀、啊，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。来，焦糖哥哥，我觉得是一号哎。乱讲。没有。你要三十万的粉丝人数，是因为他喜欢看他的反差。哦。像之前网络上一个流传一个影片，就是一个女生眼睛是这样子。哦，狸猫换太子。对，她画完之后变成滨崎步。他就是因为教他化妆术，所以他爆红，百万点阅率，所以粉丝是这样子来的。哎，这一个就厉害了，所以你认为是一号？我也觉得是一号哎，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眉，他可能没有眉毛，因为他眉毛比较细一点。哎，真的耶！对呀，靠做美女真面目即将插很大登场喽！那第一位贵妇来了。22岁的贵妇，大家叫她性感小天后，有30万粉丝。卸妆之后的她跟男朋友签了不准素颜切结书。Oh my goodness！ 各位注意，本人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，你发誓，照片里面跟你本人是同一个人。对，那里面是我。骗人！这个是的。姐姐都被你骗了。各位，现在刚说富商是包养你吗，妹妹？化妆的时候。化妆的时候。各位，上次来的一个说富商包养他，唯一一个是真的，就是他爸爸就是富商，包吃包住包养，包到念大学什么全包了。因为他这样子很清纯，像那种福利社的妹妹。福利，哎。这很像我童年时候的奶妈哦，一起来看看，30万粉丝，准备好你的面子了吗？你要擦眼泪了，一、二、三，贵妇，唱大靠中美女素颜大公开，靠中美女坚持不露脸，竟上演警匪追逐战。刚刚跟他讲说落差有那么巨大，他的眼眶中是含着泪的。我觉得有点心酸。海边你也要化妆啊？海边。对啊，那下雨天呢？用那个塑胶袋，然后剪三个洞，然后戴上去。就警察就是在后面看到，就觉得哎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可疑？对，后来就鸣笛来追我。30万粉丝，准备好你的面子了吗？你要擦眼泪了，一、二、三，贵妇，我的脸在我眼，哇！你连头发都不见了，亲爱的，头发还是假的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照片出门我都会戴假发，长的假发，然后我本人是短发。各位，人家再怎么样也是一个女孩子。对了，我们刚刚跟她讲说落差有那么巨大，她的眼眶中是含着泪的。没有，所以她含泪来做这一段，现在的心情跟我们大家讲一下。你敢用这样这么？坦荡的跟大家见面，对，我觉得有点心酸。你会心酸吗？我没有哎，我反而觉得就是没有没有化妆的她呢，就是比较清纯，是。然后化了妆是像野艳的，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。没有化妆也没有觉得你的皮肤对，因为你皮肤很好，可以帮我 touch 一下吗？她皮肤非常好，结果你这样子也
在说干嘛？我没记得，我叫你帮忙，我还对，因为他皮肤是很非常好，白里透红啊，然后这样子是清纯的感觉嘛。对呀，对呀。然后那个就是真的是贵妇。这两张照片有没有前后有没有？这个曾经发生一个故事，就这样啦，一敲门，咚咚咚，那没办法，来不及了嘛，就出来开门，一看男朋友。你好，你找谁？我要找某某某的。哦，我姐姐，你等一下，姐姐有人找你，你等一下哈。嗨，你来啦！就边走边这个。判若两人的感觉。海边你也要化妆啊，海边。对啊，绝对要贴很厚的那个双眼皮，然后还有假睫毛戴两颗。哦，是到海边啦，我是说海边你也化妆。那谁啊？那下雨天呢？哦，有一个很蠢的故事，就是因为我之前骑摩托车啊，然后刚好下大雨，然后因为我很怕脱妆，我怕就是脱妆之后见不得人，我就用那个塑胶袋，然后剪三个洞，然后戴上去，然后戴上去之后，我又戴安全帽，然后就骑车，就警察就是在后面看到，就觉得哎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可疑，就是为什么弄成这样？是不是刚抢完银行？对对对，然后就觉得哎很奇怪，然后要检查我的身份证，然后因为那时候下大雨，我就不想要在路边就是把那个东西都拿起来，我就跟他说不行，我不能把那个面罩拿起来，然后他就是继续就是骑走，然后他就觉得哎很奇怪，真的太可疑了。可疑。对，后来就鸣笛来追我，还鸣笛追你啊？就跟他追逐了一阵子，然后后来最后我妥协，就是好，我到警车里面，然后拿下一个。他看了以后呢？哦，那是有化妆的。对，有化妆，因为在外面就拿下来的话，怕那个妆会花掉。对，他们的生命里面大概有五分之一都是用在化妆的。对，让你看看怎么样由妹妹变贵妇，来，请准备。好啊。哦。使用的双眼皮胶带。啊。因为我们一般用的都是那种透明的，然后可能已经割好形状的。哦，那因为那种一般薄的双眼皮，我的眼睛会撑不起来，撑不起来。嚯，他等于自己还能做一点手工艺才有办法哈。啊不不，多呢，他这个不是剪完之后大概是像这样的感觉。你剪的这个的宽度，这个三个贴上去都可以。对，那贴完之后。加那个假睫毛啊，眼线就可以整个撑起来，真的、啊。对，来，请贴，好，你示范一下。而且你还不是只是用它的粘性，你还加、那個、我要用那个胶把它粘起来，就是平常睫毛胶的胶。对啊，否则那个双眼皮贴不容易怕就是会飞起来。哇，不会吧？这么大一片呐、啊！太大一片了，哎，不一样。然后接下来我会用那个眼影跟眼线把它补一下，然后还用那个假睫毛。哎，我找到你的优点了啦。什么？你的嘴唇呢？哦，厉害喽，厉害喽！哦，眼线，你注意看哦，你注意看哦。他要把那个胶布啊，整个让它消失。太厉害了，他眼线是直接画在眼皮上。哦，像我们平常是画在睫毛内侧，它是直接一大层的涂在眼皮上，哎，这样就慢慢融入了耶。哎，他那，哦，他的眼线笔好酷哦，像是蜡笔，像蜡笔的粗，直接上去了。哇，目前看起来是好像挖一个洞，有没有？这个睫毛厉害了。哦，这个又是什么？假睫毛，这个假睫毛是几层？哇，天哪！刷，这是假睫毛吗？这家里鸡毛掸子也没那么厚哎。这个平常大概是我们一个礼拜的分量。这个里面是几组啊？三个，把它粘在一起。好厚哦。三层粘在一起，而且这种像你可能是重复使用，所以上面已经有很多的那个睫毛膏了。对。然后就会看起来更加的浓密。小眼睛大世界，哎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女生真的很用力在让自己变美。女为悦己者容。是啊，小琴，你今天看她这个也叹为观止。我觉得她真的赢了。她真的赢了。对。哇，可怕！眼睛变好大。哦，太厉害了。她的眼睛变好大。她等于自己，她那个感觉等于自己割了双眼皮啊。好娇媚哦，好厉害哦。天哪！好了，完成图。哇 ！Oh my goodness！
哇！天哪！哎呦，厉害！有没有看到哈？真的是太猛了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位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那你们大家一起来判断一下啊！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啊！谢谢贵妇，为了美，对不对？化妆时娇艳，素颜却哀怨，化妆技巧媲美变脸，来看看他如何施展魔法吧！头发极短的贵妇，短发的她真的很难跟性感两个字画上等号哎。平时没有戴假发的她，会有几分村姑的 feel， 但是戴上假发之后，哇哦，是不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呢？变身过后的她不但非常有自信，人也变得亮眼了许多哟。靠左，戴着。连秀发也一起变身的贵妇，会是今天破表的靠妆美女吗？好，一起来欢迎第二位，我们的 Irene。今年也是22岁的 Irene， 大家都说她像蔡依林哦。这个很期待哦，这个很期待哦。妆后像蔡依林，妆前像李玖哲。天哪，哎，你这个说法让我们觉得压力很大。不过他们今天这个穿法，都很像巷口那位卖新竹鸡的。今天的穿着比较没有杀伤力，对不对？就是比较家居的。家居的，真的是你吗？对，是我。确定了啊？就是我。嗯。好，一起来看看妆前妆后不一样的他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哦！天哪！不会啊。不会啊，算漂亮的。其实我觉得蛮长寿的耶。对啊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Irene。是 Irene 啊，真的是化完妆之后，大家就韩国人都会把你啊。对，他就以为我是韩国人，就是眼睛很小，很无神。啊，男朋友真的有看过你本那个本妆的样子吗？没有化妆。现任的吗？还是之前？现任马上要变成之前的这位。就之前曾经就是之前男朋友啊。他就是都刚交往的时候都没发现我的真面目，然后交往半年之后就发现我竟然是这样，然后过几天之后他就突然消失了，就人间蒸发，在我的人生中消失了，就消失，打电话找不到，对，电话停止使用，还停止使用，家里也搬家，找不到他了。没关系，这种人我们就不要理他。但是说真的，妆前妆后差很多也是有好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一次有一个变态跟踪你？嗯，就是之前我工作完回家，然后他就是我后来就发现他跟踪了我一段时间，嗯，然后结果我就觉得很烦，然后我就灵机一动，然后我就冲到附近的厕所里面，然后马上卸妆，嗯，然后出来之后他就没再跟踪我。他就认不得你了，有这种事情啊？他就跟丢了。你是在展场做事是吧？嗯，就是工作完之后回家当那个修 girl。对，修 girl。哦，那有网友贩卖你的周边商品是什么？嗯，就是他们有就是自己自制 DM， 还有一些海报啊，一些等等作品或月历啊、日历什么的。对。哇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那我们来看看，好吧？今天带来的这个恐怖神奇的化妆术是？就是两层假睫毛，把我的双眼皮撑出来。哦，也是眼睛的部分。对，因为刚刚这个红糖跟天天都觉得二号可能差最多。对。现在看到本人以后呢？不会差很多，还是会差，可是跟不好意思一号相较起来，其实他其实。那个化妆前很像韩国的女生，是清秀的。对对，她有点像，就是很清秀王祖贤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浓眉大眼，哇，你人好好，长那么漂亮，心地又那么善良。就是王祖贤的 feel， 可能王祖贤有双眼皮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有点这种，那赶快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吧？就是我就是这个粘两层。哇，哎，这个上面已经是两层了。没有，这是一层而已，我就先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哦，按两层的在哪里？然后两层的是这个。哦，这个是一层，然后先，哦呦，哦，两层的是这个，组装完毕以后是这样子，两层。那我现在来画。哦，他这个哦，一样画在眼皮上。
他们了解他们自己的那个眼型。哇，你看他把这个眼型描出一个框，然后中间再把它涂黑，再填满。对。哇。哇，这个真的猫眼呢。嗯，这有去刮鱼的 feel 啊。哦，他那个尾巴那一撇拉好长啊，这个要除非拉这么长这么直的，除非你是因为下雨天，你有化妆，然后又有一点雨在脸上，然后摩托车飙到160就有这种效果。晕开是。哦。诶。所以你没有放那个双眼皮胶带是不是？有时候因为我会看运气，就是有时候会比较幸运就撑得起来的话，就是不用用双眼皮。但是有时候运气不好的话，我就要用一下。哦，对。哦 ，Irene 的技术很好哦，她这样是蛮自然的，对。好强哦！哇，好可怕！有哎，有蔡依林的 feel 哎。慢慢的，蔡依林要变出来了。就以前的蔡依林啦。啊，那个野蛮游戏会唱吗？要。老虎，老鼠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蔡琳，蔡婉琳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哦，你还欣赏一下自己？大家在等你，我还要扶。好可爱，给镜头看一下。哦，哇！天啊！天啊！真的这样就差很多了。太高超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谢谢谢谢，好，这是我们第二位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拥有高超化妆技巧的小蔡依林 Irene， 变身后的她，男友会回心转意吗？像睫毛膏啊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哦。那像我化妆的时候，每次都有4支以上的睫毛膏，每一支睫毛膏都有不同的效果。像这一支啊，它的效果是比较纤长的效果，它会让你的睫毛啊无限延伸哦。至于这一支呢，它的效果是比较浓密的效果，它会让你眼睛会变得很大，然后睫毛会比较密集。所以不同的睫毛膏啊搭配起来，就会让我的睫毛变得既纤长又浓密哦。哇哦，这么会善用睫毛膏，我可以叫你一声睫毛膏女王吗？这么浓密修长的睫毛，再画上坏女人必备的烟熏妆，只要穿上造型师为她准备的火辣帅气的皮衣，这样性感的打扮，哪个男人不被你征服啊？改造后的 Irene 是不是颇有几分大姐头的感觉呢？好，启梦的对，启梦。好。妆后像蔡依林的 Irene， 会是现场评审眼中差很大的靠妆美女吗？一起来欢迎3号来到我们现场，到底她的卸妆后是什么呢？欢迎迪儿。3号迪儿。说她像洋娃娃一样 ，Oh my god！ 化妆之后像昆凌，卸妆之后像昆虫。好，这位是我们第一次。你现在最不安的是哪里？我的皮肤。皮肤。啊。哦，大家有看到那一位长得那么可爱的？他好害怕。你先让他准备一下，他现在会紧张。好，要不然你自己拿下来。你自己先好了，就比较有。一。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了？迪尔，这不可能是同一个人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哇塞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我的妈呀！惊悚复演即将登场，小超人遇上大坏蛋，发火骂人没在怕。要不要我骑到我背上，我带你去走一走？不行，不然我玩捉迷藏嘛。我就说过不行嘛，了吧？你没碰过生气的木呢？那个不行碰。为什么不能碰？我就是要碰啊！请你走开，请你走开。
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了？迪尔，这不可能是同一个人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！耶！哇塞，我的妈呀！啊！下面就是你本人吗？是的。哇塞！我很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赵哥，赵哥，赵哥，你好话讲一下你。我看你本来心情不错，后面出来了。你现在整个在闷什么？他脖子以下不错，往脖子以下。你们很坏哎。坏，怎么这样？往脖子以下看，多看人家优点嘛，对不对？优，他怎么？你怎么会那么多痘痘啊？贵宾专导会呢？他二十岁而已啦。啊，对呀。年轻嘛。还有那个换季过敏。对，我觉得你这个是过敏，痘痘倒是换季过敏，那每到一个季节，你会脱一层壳吗？对啊，你当作我们是蛇是吧？然后你连看皮肤科都只坚持露局部，你看哪一个部分，我就只露那个地方。对，就是戴安全帽、口罩，然后那个蒙那个布把它蒙起来，然后就掀一点布给他看，像阿拉伯人这样子，对。不会啦，有这么夸张？对自己要有自信。因为我很怕医生，就是说我都没有好好吃药这样。对。后来那个有没有没有卸妆一个礼拜那个男朋友现在还在吗？不在了。为什么？他走的时候有讲什么话吗？他说你这个伪君子，然后他就走了呢。对，大部分是这样。对啊。怎么样啊？他就说你欺骗他。对啊，他就之后还是不小心被他看到，对啊。好，今天你要画的是什么妆？陶瓷肌肤。哎呦，画成你看是不是陶瓷肌肤？真的。好吧。我最想看的就是示范那个粉底怎么画，因为我觉得那是最难的。真的是啊，直接就来好不好？好的，现在首先要完成的是哪一部分？就是遮底妆。我自从来录这个单元之后，我一直想尝试戴瞳孔放大片，但是塞不进去。哦，喂，马上变混血儿了。真的哈。你看。哦，天哪，哥，有没有粉底处理下去？差好多。哦，好想看你处理这个粉底，我看是什么。这是什么的？是什么牌？我怎么看，我也不知道。妹妹，这什么牌？娜拉尔，它就是网络上评价第一名，超好用的。哦，我知道。没看到观众朋友看到它原貌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天哪，差很多了。你看它那樱桃小嘴，哇，哎呦，可爱。哎，不能侵犯过来这边，只能一半，只能一半，然后不能贪心哈。好 ，OK， 继续继续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再打亮一点点，就是。快要变外国人了，然后打鼻子，鼻子也可以变很挺，对，哇，很厉害耶！现在人很少在打鼻影的喽，可是要打的字啊，因为其实还是很多人要在打。有啊，鼻影还是很多啊。鼻影现在比较少。有啊，许孝顺跟冯恰恰。嘿，铁狮玉玲珑哎，不一样啊。温习可爱的怒红中，所以你是用像眉笔的东西，眉粉放在中间，头去动，头去动，看脑筋咚咚咚。好，眉毛。哎，你继续，你继续。眉毛。哎呦，眉毛要先画前面，再画后面。好嘞，好可爱。再让我加一下眼线。哦，再加眼线哈，自然。自然的就好。听到一号后面传来，哼，来阴的。早知道我也画全部。好了，好了，陶瓷娃娃完成了，好漂亮。哎，我天哪，差这么多啊！有一边是很棒的，哇，好，那各位给他们掌声再鼓励一下。娱乐套装烂豆点变成苹果肌，快来看看昆虫如何变昆凌吧。就是我素颜的样子，
因为现在正在秋冬换季，我的毛孔粗大跟痘疤都会跑出来。这时候当我要出去见人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用这个很厉害的遮瑕膏，只要我轻轻一刷，月球表面就会变成光滑的大理石表面哦。这根本就是炸鸡啊！化妆后不但皮肤变光滑，连水汪汪的大眼睛也回来了。哎，迪儿，你的化妆术还真让人佩服佩服啊！变身后的她是不是和甄宇岚、昆凌非常相似呢？改装后的迪儿好像坏坏的洋娃娃哟。昆虫变昆凌的迪儿会是今天的靠妆女王吗？ Oh my god， 三位美女化妆前后差太多了吧，谁会是今天的冠军呢？各位一二三号，你们认为他们觉得差异最大的，要观众朋友他们认为了，我们几位评判选择哪一位，你就站到哪一个台子上面，好不好？请选择开始。今天三位靠妆美女，三个人当中哪一位是现场三十位观众觉得差异最大的呢？好的，小情人跟红糖，你们都选择一号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太明显落差很大。我选二号是因为看了他的那个艳比较成熟一点的照片，跟他本人就觉得说差别很多，因为我觉得他本人比较清，就是很清纯的小女孩那样子。哎，那照片真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就是一卸完妆之后就想说当朋友就好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哇，我以为你看到现人连朋友也没得当。没有，我当朋友，我愿意当朋友。哦 ，OK， 哎，来来，天天。因为我觉得女孩子皮肤还蛮重要的，然后她眼睛和皮肤其实差别都蛮大的。对啊。哦，下好离手喽！你的选择又是如何呢？快来看看今天谁是差最大的靠妆美女吧！我们现场他们几位观众朋友，他们选择会是哪一位呢？认为一号贵妇的，你要投票给她，而且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投三票，或者一票都不投，老子就不爽，我拿着我不投，嘟男票我就不投，怎么样？那你也可以投一号、投二号、投三号，三位都投都可以。欢迎第一位贵妇的，请按钮。靠妆美女大变身，三十位观众会选出哪一位是差异最大的呢？24票，24票。哇！好，那么 Irene 二号的，请按钮。几票？九票，哎呦，还没破十，十一票，十二票，这个角度很清楚，丁小晴的袜子有好多星星，12票，三号请按钮，啊票哦16。16票了，18票，会超越一号的24票吗？18、18、19、19票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冠军是一号，其他两队答错。停。哎，厉害厉害，所以头发啦，头发有差，对不对？贵妇小姐有没有看到你这化妆术造福多少人呢？女为悦己者容，我们就是要漂漂亮亮的给喜欢的人。你会在男朋友面前大便吗？会不会？不会的，有也是硬憋着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会在男朋友面前撇风吗？不会。你会在男朋友面前撇风兼大便吗？我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很臭。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个形象是非常重要的，好吧？好，再次给他们热情掌声鼓励一下，马上进入我们关键下一秒。达尔文预言，地球将在4006年全面毁灭。台湾科学家更证实，你能在30秒之前预知地震。那你能猜得出来，关键下一秒即将发生什么事吗？Mayday, Mayday,
坏人精，叫好人结果。今天的任务就是要让小朋友守护地球能量值，并由超人出面给予超能力武器。当小朋友们独自面对坏人时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第一位是长相酷似 Michael Jackson 的异翔，加油哦！啊！爸爸妈妈，刚刚好像跟坏人在打架，我们等一下去帮爸爸妈妈，好不好？如果坏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灯就会亮。现在我们是好人，不会亮，坏人他就亮了。一二三，亮！代表坏人有外星人接近你了，所以我怕你的力量不够，所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力大无穷的能量水，喝一口就有一口的威力，喝十口就有十倍的力量。喝一口看看，你感觉到力量上来了有没有？力量有没有上来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大声回答我，有没有力量？有。有。好，正义飞拳。哇！交给你了，那我们先走喽。拜拜。小朋友已经完全相信自己手上的果汁就是力大无穷的能量水，不过天真无邪的他会不会被邪恶忍者的花言巧语给欺骗了呢？你好，我是一个正义的忍者。你是好人吗？对，我是好人，真有亮啊，我要来拯救地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灯亮了代表什么？有坏人来了。是，是谁？谁是坏人？我不知道坏人在哪。拯救坏人，那有可能它坏掉了。你看这张扑克牌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想不想学？想。想哦。你要叫我忍者师傅。忍者师傅。你要先跟我一起练蹲马步。预备，嘿。好。好。我们这个马步呢？我们这个马步要先蹲十分钟。可以数到十吗？数到三十。一。嗯。二。三。你还没数完三十，不能讲话。你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。还剩一点对不对？那留给你喝。好。好，然后你先把它盖起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心电感应来了。我刚刚呢接到超人的心电感应，他说呢，他现在遇到危险了，所以呢。我把这个水晶球带过去，然后呢去救超人，去救地球，好不好？好哦，好，太好了。那是坏人来的吗？其实我真的是坏人。那你是坏人？我是骗你的。坏人吗？坏人吗？啊！看你追得到我吗？不！意想不到的反应，笑翻全场。是骗你的。为了吗？为了吗？啊！你不要，我最怕那个人啊！看你追得到我吗？正正读幼稚园的蓝浩看起来相当老成稳重。他能够一眼看穿卷毛坏蛋的真面目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叫蓝浩。蓝浩，好可爱的名字哦！你知道我叫什么吗？我叫巴辣哥哥。我妈妈也爱吃。真的哦，巴辣真的很好吃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身上的字？衣服。说他是坏人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坏人？你知道这个字念好吗？来跟我念一遍，好人，坏人，好人，坏人。你该不会要拿那个射我吧？我是好人啊，你看到没？你等一下啦，你先把枪放下来啦。然后我，好，我不怕碰。好。正义凛然的他年纪虽小，但认识的字可不少。坏人的小把戏完全失效，不过接下来的坏蛋麋鹿哥最会胡说八道，小超人别被他骗啦。What's your name? Hello?
我不能碰这个。我不会碰，我不会碰，你放心。我是麋鹿哥哥，我怎么可能会碰呢？是不是？我看起来不像坏蛋。要不要我骑到我背上，我带你去走一走？要不要？为什么不行？不然玩捉迷藏嘛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不喜欢玩。为什么都不喜欢？我就说过不行嘛，对吧？来啊，你带。不要。你带啦。你不要射我，你射我它就会破掉哦。我说真的哦，我没有骗你哦。你射我真的它真的会破掉哦。它破了你就不能救你妈妈了。你带看看嘛，你要不要带？不要。你没有看过生气的路脸啊？我明明就是好人呐、啊！哎、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？坐过去。我干嘛坐过去？我是好人，我干嘛坐过去？好，我说我一去我才回去嘛。生气，射我一条路你又不要。我看一下也好看。不行，不能碰。那你枪借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可不可以？为什么又不行？你都不行，你那么小气，你这样怎么救你妈妈？你小气，我哪里小气？我给你借东西，我哪里小气？我跟你借枪、借气球，你又不要。那个不行碰。为什么不能碰？我就是要碰啊！请你走开，请你走开。你干嘛叫我走开？我只是看一下而已，看一下而已，看一下而已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也要用。坐，给你放下。没有，我是好人，你不能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你射了我，这掉下去就破哦，你就没有话讲了。我等下会破，你先冷静，你先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，对对，听了就对了。放下去。你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再拿枪的话，它会破掉，真的会爆炸，快爆炸，赶快趴着，快快要爆炸了，快趴着趴着。趴着 move 趴着趴着，我放好趴着炮炮炮炮，要爆炸，它要爆炸。好炮，真炮！你要掩护好，你要掩护好哦哦好、哦，记得哦哦好好记得哦，不要动哦哦好好哦。俗话说得好，雷声大雨点小，真的是功亏一篑啊。第三位小朋友 Kiki 又会有什么惊人之举呢？等一下呢，来保护水晶球，我再给你一样武器，魔法棒。待会呢，坏人来的时候呢，就变魔法说变石头变。好，开始动。还有一招很厉害哦，学猪叫，学猪叫。可以实现任何愿望，预备起。学狗叫。再来，再来。在地上打滚。哇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收好哦。现在呢，我们保护水晶球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我们先走了，走。玩到不亦乐乎的 Kiki 已经相信了魔法棒的力量，面对坏蛋大野狼装可怜的攻势，他能够成功守护能量石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的名字叫来福，来福，对，你好，那个是什么？那是保护地球的水晶球。我最喜欢玩那个球了，可不可以借我玩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借我玩一下嘛。不行。一下子呢？那是保护地球的。一眨眼，借我玩一眨眼。一瞬间。不行。一会儿。不行，都不行。嗯、啊？哎，它亮了。我坏人来了。被你发现了，我根本不是狗，我是大野狼，我是坏人。现在在找小红帽，变石头。你赶快帮我解除啦！全猫叫，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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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解除一下啦！喵，你的魔力是有限的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你身体很虚弱？水晶球我要拿了。变鸟。一只鸟啊，好啾啾，你跟我卡差不多的哦，你快变好了。变狗。汪汪汪汪汪汪。好了，等一下啦，我好累哦，我没有能量了。那你变好人。你怎么那么聪明？那我跟你讲好不好？好。你开一个条件，看这一颗，看你喜欢什么，我跟你换，好不好？面对大野狼的悲情攻势 ，Kiki 有什么反应呢？哦，关键下一秒，到底这个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心意上的转变？会提出什么条件呢？有四个选项让你们来选选看。第一个是，你给我钱，我就卖给你。有，要把这个水晶球给卖了。第二种呢？
抵死不从，坚决保护着他。我就是不能给你保护着他。第三种呢？结为好朋友，干脆送给你好了。第四种呢？用魔法攻击坏人，然后趁乱脱逃。哎，请问一下，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来，红糖，你个人觉得？我觉得应该是二。抵死不从。嗯，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妹妹她蛮聪明的，然后她交代的事情她应该会做好，所以我觉得是二。哦 ，OK， 哎，来赵哥，天天，我认为是三呐。啊？我认为是三，结为好友，双手奉送，因为那个小女孩已经把她变成好人了嘛。哦。所以我们看出来那个好人，她应该会跟她说一些有的没的话。他认为说，既然我们都是好朋友，那爷爷也变成好人，干脆给你好，就送你算了。对啊，哎，来影评，你觉得？我选四，因为从刚刚他就一直在对着那个坏人一直在魔法攻击他，对，一直叫他变什么变什么。哦，趁乱逃脱，继续用魔法。哎，焦糖哥哥，你不能猜，因为你在现场啊。好，来小琴，我觉得我选三，哎，我觉得小女生很像天使的感觉，嗯，应该会是就是结为好友，然后。都没有人认为是一会把它卖掉的，我一看那个小女生，那到最后熬不过了，好吧，要不然我卖给你，我觉得是一，要不然我们一起来看答案，好吧，请看。哇，莱宁又选好了耶，你觉得小朋友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你开一个条件，看这一颗，看你喜欢什么，我跟你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要开什么条件？除非你给我500块，我跟你。啊，500块？这一颗水晶球，光复南路的那边的市场，也不过才200块。你卖我500块，你黑店呐、啊？你卖便宜一点呐、啊，好不好 ？Kitty 老板，好的，卖便宜一点呐、啊，300。可是。300怎么样？可是这是保护地球。嗯，可是500块，可爱的 Kiki 竟然500块就卖掉了能量石，真是人小鬼大呀！哦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猜对了吗？哎呦，哎，真的是把他卖掉了！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猜中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你们够衰，所以你们没猜的我就猜那个，就那么简单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再次谢谢他们，咱们下出同心，继续回到了，你猜。